Tea Break Chinese。 你最想学什么语言？我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会说中文。我也会说英语，因为在中国，大家都要学英语。但是我最想学的是日语。我喜欢日本的文化，我也喜欢日本的动画片，我还喜欢日语的语调。你最想学什么语言？是不是中文？